今日呢互動民調嘅條批，你接受用佔領立法會方式示威嗎？觀眾可以用遙控器上嘅溫制或者空制投票。民調結果會喺星期四朝嘅時事全方位時段入面公布同分析。師傅救助，睇唔睇拍湯先？冬瓜豆腐羹就有得你哋食。哇！我人工竟然加條臂膊。第時我有乜冬瓜豆腐，揾邊個整俾你哋食？猜猜猜，德國媽咪，我真係唔識噶。其實我連百年歸老嘅事都已經計劃好，你又唔使擔心。阿姐早買咗信樂平安人壽保啦。信樂平安人壽保是一份專為55至85歲人士設嘅終身人壽保險，無需驗身，不明健康狀況，保證承保，每日保費大約18蚊，就算年紀大咗或者健康差咗，都保證唔會加保費。55至85歲嘅你，即刻就打81070799投保，而家即刻打嚟，保費1世9千，兩個人一齊買1世8千，即刻81070799或者喺網上投保，保單即時生效嘅。大身怪应前，挑战低息之罪，爽快为你定限性，成功申请仲送你高达10000蚊现金回赠。嚟到大坑 Fresh Gourmet 可以打开你嘅眼界，因为我哋拥有大量酒店级传统工艺芝士同埋西班牙黑莓猪火腿等优质龙头食品，想食好嘢仲使乜周围飞啊？快啲嚟大坑 Fresh Gourmet 啦！翻嚟新闻时间，在台湾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将会在明天刚刚撤出立法院，他们正为撤离做准备，评估院内损失。学运团体刚刚会召开行动会议，收集各方意见，讨论退场之后的行动方向。松正贤报道。太阳花学运即将落幕，学生加紧收拾行装和打扫，务求令到议事厅回复原状。部分人好似醫療人員就陸續撤離，學生佔領立法院超過3個星期，院方估算佔領造成的破壞損失高達1億新台幣。學運團體話仍然評估緊損失，粗略估計唔到1億。目前只係發現有9支麥、2部擴音器、凳同埋牆損毀，2樓就有窗同埋門閂要維修。議事廳內嘅凳今日會逐漸恢復，凌晨會拆走藝術作品。預計明日中午前能夠執好。有民間的專業人士包括建築師等自發入立法院幫學生評估損失，亦都有裝修工人幫手修復議場。立法院長黃金平說，有多個善心人士會捐錢，不會動用立法院的公款。反服貿團體自由台灣陣線宣稱不肯退場，要繼續留守，大批警力在立法院外戒備，不敢鬆懈。聽聞至少有3000名警員戒備。台北市警局說，目前最重要是令到學生運動和平落幕，不會在他們撤離的時候逮捕涉嫌違法的學生。對於學生決策小組決定在這個時候退場，外界質疑是黑箱作業。學運領袖林非凡和陳慧婷等人凌晨走出議場，和參與的學生和民眾直接對話。林非凡承認決策機制不夠完善。学生团体啱啱6点会召开主族为反省、凝聚共同出击嘅行动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期望化解分歧。林非凡透露，听日退出议场嘅同时，会正式宣布具体行动方案同未来嘅行动计划。Now TV 记者宋正贤报道。英国剑桥工作一家三口去到新西兰访问，期间带小王子乔治参加 BB 派对。身穿吊带裤的乔治在陌生人面前并不怕丑，他坐在地上面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玩具，自得其乐。爸爸威廉王子和妈妈海蒂就和其他父母倾谈。活动在威灵顿总督府举行，有10个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参加。这班小朋友和去年7月出世的乔治王子差不多大，出生日期只是相差1至2个星期。威廉王子一家会在新西兰和澳洲逗留3个礼拜，访问12个城市。据报小王子需要的尿布
嬰兒食品等等已經委託兩地的使館人員準備。強消息，歐聯八強次回合，曼聯在今晚深夜會作客拜仁慕尼克，前鋒朗尼很大機會上陣。曼聯在出發去慕尼克之前進行最後一課操練，因為腳趾受傷缺陣上場對紐卡素比賽的朗尼亦都有參加操練。曼聯領隊莫耶斯說，就算要打止痛針，朗尼都一定會上陣。曼聯在上回合被一致體淡下和拜仁打成1-1，莫耶斯說球隊可以比上回合表現更好，不過需要全隊交出好表現。至於對手拜仁慕尼克的教練戈迪奧拿就說，會尋求在今場比賽繼續佔主動，不讓對手有更多攻門機會。 I love to try as much as possible to dominate the game like we did it in Manchester, like this we just received in Old Trafford one action, no more, and that I would like to happen tomorrow.That is what is my dream. So to dominate the game, to receive just one action from Welbeck or for the other. And what we work in the last days and today again is how we can, you know, attack better and create more chances than we did it in Manchester. 想隨時隨地睇歐新聞台，可以下載我哋嘅手機程式，或者去到我哋嘅網頁 now.com。同埋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今晚沿岸有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嚟紧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天晴温暖，早晚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预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啲新闻报完啦，再会。佢梗系撑我啦，够晒体贴，乜都就晒我，个个都问我点拣。其实两餐之间已经有最好嘅选择。花生味塞菜咯，大豆夹花生，有口感又饱肚，味道同感觉啱晒我。嗯，塞菜我咩？3分钟同你进入香港高端饮食文化嘅世界，理想集团带俾你香港高端饮食殿堂广告杂志，留意 Now 香港台以及 Now 新闻台。煎得干净。煎得柔软，煎得舒服，即使味嘅煎头擦毛，擦得干净仲好舒服啲。丝皇食屎味茶茶，啱啱食完烟，佢话打俾你。我自己拣嘅，你建议同牙刷系妈咪拣嘅。佢嘅烧柔软擦毛，食住你啲牙肉，等你食得舒服啲咯。丝皇食屎味，儿童牙刷，有冇好软噶？咁食完烟抌唔抌烟头？但佢话带俾你。爸爸，我想小吃。用妈妈的手打吧。唱梦旅游温馨呈现，爸爸去哪儿？冇理由都系监视住我屋企出边先要。建筑师被控失实陈述，裁判官。